近段时间，属于静而风不止的南海接连上迎来了多位不速之客，如日本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加拿大等多国纷纷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，派出军舰穿越南海，显示自身存在感和表达对盟友美国的支持。不过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些国家的行为更多只是刷存在感，只要不组成行动联盟，那么其影响力不足为虑，更多作用不过是为美国自由航行行动摇旗呐喊而已。正是因为多国盟友用实际行动表示对自由航行行动的支持，美国海军在9月30日来了一次闯击南沙群岛至瓜礁12海里的行动，结果被我国海军170兰州舰强势逼离，大丢其面。事后美国军方一边炒作我国海军撞击驱离的方式极不安全、极不负责，同时还指责称我军正在南海进行军事化，对美舰自由航行进行鲁莽骚扰；另一边则由海军规划并提交一份展示武力的回应行动计划，即派出更多军舰到南海和海峡地区展开军演和自由航行，针对美军的相应指责，以及考虑派军前来南海和海峡展示武力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，美国此言论完全是倒打一耙，南海岛屿和附近海域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，在自己的领土领海上展开和平建设活动是行使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，与军事化没有任何关系。相反，美国不顾周边国家和平稳定意愿，屡次派舰机穿越南海制造紧张氛围，才是真正的搞军事化。至于美国所谓的展示武力行动，南海和海峡涉及我国核心利益，我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，奉劝有关国家谨慎行事，以免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影响，害人害己。我们知道今年8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，我国与东盟10国已经达成统一意见，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，在相应争端上按照即将达成的南海行为准则来处理，可以说统一意见的达成对南海和平稳定大局有着重大促进作用。而即将于10月末举行的中国到东盟海军联合军事演习就是这意志的体现，如今在地区大势之下，美国却罔顾各国意愿，不断在南海挑事，只会让自己在南海更加孤立。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世界各国就能看明白在南海谁是真正的主人，谁又只是匆匆过客。